呢，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啊，他是一位声乐老师，同时呢，他也是一位音乐创作人。他曾经创作过超过百首的音乐作品，同时呢，他现在也在从事音乐教学。那他是2021年的中国好声音新一赛区的冠军，同时也是全澳的亚军，同时担任了2023年。中国好声音心仪决赛的评委兼声乐指导。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创作歌手 Lucas Wu 带来这首好听的《贝加尔湖畔》。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。